用18650的电池，12颗，创造12伏特的高电量啊。每一颗不是快4伏特了吗？好像3.7几伏特。下面两排那个正反方向的，又可以连接铜片，系铜片连接呢，串联会增加电压。上面相同都是负极的，又用系铜片连接，有点焊连住，那个是并联会增加电量。电压升高，电量也增加。那上面还放这个嘞，你看上面还放这个，